来，你无先甲我讲。我看你不爱叫我。另外，早起圈圈还好一乱，害你跟你后生还是养起病，我感情歹势。我跟你骂过啊，我今来家真是跟你回事了。我无想要听你回事的。你还搁咧生气啊？做唔着代志的人，不是你，是安怎？是你来回事的，应该是蒋文月来才对。而且你若是替伊回事的，那呢，我对你会搁较不欢喜。梁芳，这里把手放开。牛先生你好，你知影我？阿丽想好，我嘛知影亚芳今嘛已经不是刘太太。亚芳不是我的太太，不过我阿哥是全全的爸爸跟妈妈，为了表示我跟亚芳不是一般人的关系。所以我跟亚芳来往，我要经过你的同意。我无遐尼大的权利，不过你无正经，我都一定无同意。尤其你还全全跟亚芳吃亏了，所以我今麦来家跟亚芳讲一声。你是要跟亚芳讲一声，伊敢都要听你的？蒋明月是你的女朋友，伊错探拍破，失去控制行为，影响大人，唔是你家己说说的叫做无代志啊？你要叫伊跟亚芳回去嘞，安那赔偿安那处理，安那唔才对。你和蒋明月秘伫你后壁，赶快走来跟亚芳公堂公西。这个表示还阁真重视蒋明月，不过亚芳不想要睬你。你讲的话无法多代表亚芳的立场。你讲唔对啊！亚芳计点重视我讲，迄个表示你认为我讲的无对，这就叫做默契，嘛代表亚阁无够了解亚芳。你无了解亚芳，我无怪你，因为了解是需要时间的。不过你一路走来这，讲一寡囡仔话，处理代志，亲像阿未出社会，我都袂记得点啊。敢讲你这位会长是大家伴同乐会，汽水糖啊，食食算出来。哇，嘛较有风度的，卖互人讲一个，规个面傲嘟嘟啊。过去我对婚姻不忠，伤害到亚芳，不过我无机会弥补伊。你爱对对亚芳，要较正经的，莫上卡打上嘴，这是上基本的。你敢知影？我是安怎把你讲这個？因为我无想要让你认为我甲蒋明月同款无品，错趟拍破，就走来你面头前跪。阿丽，你听有无？多谢你的提醒。真好，迄个表示你认同我的看法，所以今嘛。请你回去解决蒋明月那个无品的查某人，这才是对亚芳上基本的尊重。亚芳，来来等。今日你哪会才拄好会出现？我若无出现，刘清源唔知对你做啥物代志。蒋明月拢早起全全好好乱啦，你也是无要放弃。你继续接近刘清源。阿母，我甲你讲啊，伊可劝你，你不爱听，都来嘛甲我讲。不过我袂可劝你放弃。你若真正要嫁是遐个人，我陪你。美英诶，你来照顾阿母，我无想要牵连着你。我头拢已经说你去啊，你拄则嘛挂掉。我就是无希望你甲我同款愈聊愈亲。我若是出什么意外，全全阁爱靠你照顾。我就是想到全全，才要让你受到伤害，算我一回。真难。亚芳，过去我伤害你，一直无机会弥补你，我感觉真亏欠。不得靠这世人，我无机会阁做你的红尘保护你。不过至少我用以朋友的身份，卖让你受到伤害，你就答应我。我答应你。嗯。
伊若真正要紧你，会阁卡来。伊若是真正要紧我，就会继续卡电话。伊即马无卡，就表示伊还阁无够重视我。我伊的心摸来我这边，安尼伊就离开蒋明月。蒋明月若是无靠山，曹凤就一定会倒。就是爱安尼做，斩草才能除根。你希望我安怎甲你斗相共？其实你今仔日做了袂歹，和刘清源食醋，伊若是会当甲蒋明月同款失去你弟，咱就成功啊！我已经有人跟我对联了。若是无去嫌，你安排我后边。还是讲你来，你要跟我对联，一个就好，你敢不敢？这是练习尔，敢有需要呢？由我敬重我的对手，我相信张先生一定有感受到我的心。快去讲话啊！我带你去看医生。医生讲冰敷有效，你即摆有较好啊无？讲话无真了结了，应该无代志啊。我看麦。有人拍着伤，搁笑出来。无你关心的感觉。真好，我和刘清源拍着伤的时阵，我你走过来，心内感觉真欢喜，嘛真感动。输到这尼啊惨，被人拍到倒伫个涂骹，搁笑会出来。我看你根本不是来当傻家，是来捡我的后脚吧？这你都唔捌啊！我拍赢伊，伊感觉无面子，自然就愈要紧哩。我若伺候伊，你关心我，伊会吃醋。哦，伊搁较要紧哩，这就是男人的心理，嘛是我存在的必要。你讲了也真有道理。那安尼，我有一件代志想要拜托你。嗯，你讲。请你卖感情浓缩，你刚做会到。嗯，这对你的计划应该无影响。只要你卖感情用事，就没有影响。你是不是做会到？我尽量。好，查理。时间嘛，你去休息。哎，你是从啥？
演戏啊，演几套的？你卖空生巧好不好？明仔要送你去上班，我一食醋，食高本。唔免啦，你受伤就好发挥困。我受伤已经无代志。我要让刘清源小喘一下，卖甲伊比较遮尔硬。你若想要斗三工，就爱照我的方式。你叫我来有什么代志？想让恁查甫人看到王亚芳就温柔体贴，看到我就拢要跟我拍面相看。我是有倒一点甲伊袂比的。你叫我来，若是要讲这有诶无诶，我无兴趣，嘛无时间陪你。蛋姐，其实你新歌来，还阁真爱王亚芳。你定真后悔，该离婚对吗？我就知啊。你到底是要从啥？搞一块杯啊！坐啦，先饮一杯啊，再讲啊。唔免。我袂甲伤害阮后生的人做伙饮酒的。这件代志确实是我唔对啦，我无应该对恁后生下手。我踮要遮诚心诚意甲你回谢嘞，希望你会当原谅我。你饮酒醉啊？你竟然敢回谢嘞？我无饮酒醉啦，我心肝内哦足清楚的。请你原谅一个因为怨妒失去你弟，做出无应该做的代志。我以后袂阁遮尔冲动。我有一个哦对大家拢好的方式，希望你会当甲我配合。我就知影代志无这么简单。你爱我配合你做什么歹代志？你放心啦，这是好代志，绝对不是歹代志啊。假使你若是有迄个本事，将王亚芳对清源的手来撮转去，不管你要开什么条件，我拢会答应。原来这都是你的目的。我就讲啊。不是歹代志，确实不是伤天害理的代志。不过，想不到你对家己这么无信心，居然开这款的条件。你是在笑啥？我不是对我家己无信心，是王亚芳不知影见笑，为着要报复我，不择手段在邱清源。我毋捌看过遮尔袂见笑的人，我嘛无可能予伊安尼做。清源是我的，无人会当甲我抢。你若是要甲我合作，第一个条件，不准伫我面头前讲亚芳的歹话。你真正有够爱王亚芳的，遮尔威吓伊，那安尼你着赶紧予伊转去你的身躯边啊！你敢用答应我的条件？当然啦、啊，你若是袂伤害亚芳，我愿考虑。真正有巧啦，那呢？你看有需要其他的条件，比如讲，我替你制造机会，予你赶紧把亚芳救倒去啊。唔免，条件我会头头想，你离亚芳较远的就好啊。